这杯是我的诚意十足，他要我大口喝，先喝上面再喝下面。哎，我要站过来，你不好跟逸婷拍，逸婷是我好朋友。你看到逸婷，好，大口喝。Espresso， 赞，好。好，来，我们来学一下哈。哎，我拜。这个叫做什么？特异功能。功能。它真的会滴下来。对啊，不是，我怕我拿不好，因为我手跟它开。三、二、一，哎，掉不下来，嘿嘿，这就是成功的秘诀。什么东西？我在讲什么？好嘞，好黏哦，哦，起不来，起不来，一定要用烤的，起不来。嗯，如何？耶，帅哦！好，切它，弄它。有点不好切，因为它黏黏的。看你功夫在哪？拿你拿两只。哦，赞哦！我要看它破面。走你去看，有看到无？有有有，哦，很破，很漂亮。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花生颗粒芋泥。啊，应该要看，应该要拍你吃东西，然后你比肚子。比肚子？哦，真的吗？来来来，来交换一下。你吃东西。来，比一下，菜已经在拍了，已经在拍了哈、哦。来哈、哦，看这边，哦哦，对，哦，拿一半哈、哦。要不要拿叉子，叉一半。这是所谓的昂阿飘，哎，不对，昂古贵哦，昂古贵。哦，嗯，等一下啊，等它吞下去。嗯，好。别人听不懂什么意思。啊，谢谢。如何？哦，赞哦，哦 ，very good 哦，是安尼讲的哦，哈，唔对，确实唔对哦，诶，嗯，来哦，嗯，行不行？嗯 ，no， 来，我咬你，我咬你，我咬你，嗯。好，然后抓着两边起来倒，这样，安尼才好。哦，没有错，就是这样。哎、欸，我怎么一直漏水？因为棒流滴到的，是的。啊，这手好烫哦。我的拍子好看，等一下，我刚才喝过了他的 espresso 了，还不错，很香，很浓，就是那个耙子，还要我挖土，我的土长在半空中，挖取机，这就是我的土，我现在把我的土跟底下那个黄橙橙的，诚意十足，应该是什么？柳橙，柳橙汁跟我的土打最后，哇！刚才早餐没吃饱，点了一个香蒜。现在我们诚意十足，看看看，这样看得到我吗？看得到我吗？看得到我吗？跟他晒。如果我讲跟他晒，我一定会被杀。欸，很好喝，欸，它有那个，欸，很好喝，它有果粒，欸。
我看你们看不看得到？我捞果粒，我们颜色，哎，有没有？它有果粒，你没有看到？上面有果粒。这个人说跟他晒，但是记住他的脸，颜色跟他晒。不要这样子，我们在吃东西。Lady， 颜色。好，非常好，谢谢。来哈，来，美好的这个下午茶，要来找谁？要来找我们的好朋友哈，玉婷。好，玉婷在哪里？在这个他是什么龙潭吗？龙潭慈惠堂，这个瑶池金母，来瑶池金母旁边的这个地方，这边，赶快找我们的好朋友玉婷，有听到没有？